韩国男团 101 终于在高期待之下开始解散前的最后一次的回归活动，主打歌《春风》更空降于各个音源榜的一位。MV 中间更不停穿插成员之间生活的样子，记录着一起玩游戏的模样。你们因为梦想而走在一起，这一年多你们也从陌生人变成如家人般的存在。看到副歌是在换威领舞，真的很感动。还记得当初在换因为不会跳舞而流泪的样子，转眼间已经成长到站到这一个位置。你们都不停为你们的梦想努力，而 Whenable 粉丝名也会为了你们一直努力着。最后一次的回归，你们没有一歌手不是不为了 Whenable 而唱的，到最后你们依然想着还可以为 Whenable 多做什么。你们就如歌词所言，最后悔的事是无法再对你更好，你们要知道你们已经够好了。变身白马王子的 101 唱着让人心痛的歌词，首先只想大喊真的好帅。而当中朴佑镇这一次的 rap， 现在的每天每天生日 birthday 更能让 EP 做一个连结礼物般的时光，每天每天都像纪念日，你们的小用心 Whenable 都深深感受到。每一次播放起这一首歌，都能感受到你们如此强烈的感情。你们的 thanks to 永远都是谢谢 Whenable，但其实 Whenable 在要感谢你们成为了我们青春中最美好的回忆。春风再次吹起之时，我们必然再次相见。我们都约定好，一起笑着等待再次相遇，好不好？ MV 最后是一个显示无限的录音带，而这一个录音带是一直播放着，相信这就是我们之间的故事，永远未完待续。最后的最后，我们一起来欣赏让我们再次相遇的春风，如歌词般等待着你们再次拥抱 Whenable。